你有在种菜啊？还在种啊？101岁的阿嬷身体微恙，更衣室话家常，精神全来了。苗栗竹篮偏乡就医路程远，仁医会定期上山服务。之前因为疫情影响，义诊中断了几个月。我来了7、8年了，我就拿个血压药，哦，我跑到那个台别个地方去买，很远啊，很不方便啊。大很久没有见面的，好像一个家人啊，很高兴啊，大家来看看嘿。你用膝盖会麻了？膝盖了。这边哦，还是这边。恢复义诊之后，仁医会一次次上山，有熟悉的面孔，也有生力军。眼药水好不好？眼药水要滴的。护理师邱静茹，父母亲都是慈济志工，妈妈承担人文真善美，记录菩萨身影。今天第一次参加，那你是跟着去做王者家访？有时候会跟着父母亲去关怀弱势，培养慈悲心，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。衣服能穿就好，手机能用就好，不用说一定要去追求名牌。我也会把我假给排开，就为了要参加这个义诊，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做，因为这就是我本业。知足惜福，愿意付出，父母亲身教是孩子最好的榜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詹德全、徐连智、李百合苗栗报道。